天晚上你爸爸就回来了。我今天晚上不会梦游吧？那我怎么控制得了？你发誓不抱我出去？有人，我没有抱你啊，不是说了吗？是你自己梦游的。你骗三岁啊小孩呢？每次他回来我就梦游，今天我就不睡了，我看看我是怎么梦游的。你不睡可游不了。爸爸都100年纪了，他有我可爱吗？那没有。那我今天能不梦游吗？盘点子女与父母的搞笑对话。我能不能看个电视？看电视可以，但不能坐沙发。为啥？为啥？来，你看着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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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这年轻人，我靠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是你别治啊！放屁！妈，你看过四大名著吗？看过呀。那我考你几道问题，你敢不敢挑战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先从《西游记》开始考啊。紧箍咒怎么念的？猪八戒是什么品种的猪？二郎神的第三只眼睛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？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压了500年，他是怎样上厕所的？烦死了！一问三不知，天天看手机。你和我妈也太偏心了吧？不是，我们怎么偏心了？那你能不能给我买件衣服？如果你没钱的话，我把压岁钱给你。你不有衣服穿吗？是，我有衣服穿，这些都是我姐穿小给我的。你姐穿小给你，那不能穿吗？这些我都能接受。可这件呢？有人。你让我怎么出门？还长了三胎，你能不能先把我这个二胎养明白了？哎呦我的妈！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哎，米粒。你给妈妈倒杯水过来。妈妈。好嘞，谢谢。米粒，你给妈妈拿个小饼干吃。妈，给你。谢谢。客气。米粒，拿了，你去楼下，给妈妈把充电宝拿上来，快。妈妈，你是不是粘在床上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？要不你再生个宝宝吧，我也很忙，我伺候不了你。再见了，妈妈。妈妈，我是你生的。不是呀，你是妈妈生的。我不是你生的，你干嘛在我们家？ Yeah. 我不是你生的，我干嘛跟你一个姓？ Yeah. 我不是你生的，那谁是我的亲爸爸？妈，我想纹个身，想纹个花臂。劝你还是别纹。为啥不让我纹呢？人家都纹。因为纹身影响身高。哎呀妈，头回听说纹身还影响身高，为啥呀？因为我会打断你的腿。因为我会打断你的腿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！妮儿，你这玩了半天电脑了，玩会手机啊？行啊行啊。对，就得玩，学那么多有用啊。数学学的再好，买菜用微积分呢。物理学的再溜，灯泡也不用你换。化学学的再棒，给你成分表，你会配化妆品呢。那语文呢？语文呢？语文得学。为啥？起码能听出妈妈说的是正话还是反话，要不然容易挨揍。我跟你说。哎呀，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妈，100块钱快亲我一口，你选哪个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好好选。那我还选这个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是你亲生的吗？我是捡来的吧？我要是你，不管是给我多少钱，我都会选择亲你的，因为你是我亲爱的妈妈。我才不信！不信你试试啊！100块钱和亲我，你选哪一个？200块钱加亲我，你选哪一个？那这些钱和亲我，你选哪一个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哎呦我的妈！不要随意考验人性。放屁！儿子，爸爸问你啊，爸爸妈妈你最爱谁呀？爸爸妈妈我都爱呀。过两天爸爸妈妈去旅游，爸爸去上海，妈妈去北京，
你选择跟谁去啊？去北京。为什么呀？北京有多少呀？那如果爸爸去北京，妈妈去上海呢？我去上海。那你不是说北京有长城吗？宝贝，你整天嫌妈妈丑，为什么还妈妈走哪儿你跟哪儿呀？妈妈说还不嫌母丑。